一度的史莱姆市集他又来啰，这次他们带着20个不同摊位，种类繁多的史莱姆，还有很多好玩的小礼品活动给大家哦。本次市集将会在7月20号南港瓶盖工厂举行，现在已经开始售卖台湾史莱姆市集的门票了，想了解更多都可以去他们的 IG 看看哦。